长安睿骋。作为长安的第一款中级车，睿骋的前脸设计大气，棱线分明的镀铬前格栅看上去很有质感，同时也为睿骋柔和的整体线条带来一些力量感。睿骋在车身上点缀了镀铬装饰，外后视镜也增加了 LED 转向灯，一条凌厉的腰线贯穿车身，涡扇形镀铬轮毂造型很好地营造出大气的氛围。睿骋的内饰采用 T 字形布局，整体采用软质塑料包裹，各部件接缝处理较为均匀，镀铬装饰细节和黑色木纹装饰等细节之处也展现出长安设计师们的用心。睿骋配备了 2.0 升自然吸气和 1.8 升涡轮增压两款发动机，其中 1.8T 发动机最大功率130千瓦，最大扭矩230牛米。睿骋的长宽高分别为4900毫米、1860毫米、1500毫米，轴距达到了2810毫米。这个尺寸已经超过了奔腾 B90、凯美瑞等，车内空间表现不俗。